二杠一，来垃圾，来二杠二。好，我看你打哪个。我看你打哪个。我看最后的。哪最后？哎，开。好，这个。哎，对。好了，不挣扎了吧？啊。过，给你金卡。金卡，就金卡呗。来你的。二杠一。第一个献祭，一杠一，第一个献祭。好，献祭过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这么多次金卡的机会，你就要飞。我也知道你面前这一盘必须要献祭，那是意味着什么？啊，别打他，漂亮！不打他就漂亮。二杠一给我铲了。好，我只要不打他就好。二杠一。来二杠第二盘最后一个开，好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是那种飞天的呀，哥？你怎么不是飞天的？你看飞天的我都不打他，你非要跟他拼一拼，那这下好了，没了吧？过啊，爽。爽，我的了，就这样吧，哥。哎呦，凭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！